荷兰人呢，把这个小琉球岛上的原住民清空之后，曾经登过蓝屿岛，尝试要比照所以这小琉球的方式呢，把岛上的著名城把它进空。西班牙里尔币进到了这个北台湾之后呢，北台湾的原住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原住民的父母要把他们的女儿嫁给。 这个西班牙人或者荷兰人的时候，本来要求的聘金是琉璃珠或者是玛瑙的时候，后来都改成了这个西班牙的里尔币。The line 见世难倒带你看见台湾，认识难导。各位朋友，现在的台湾究竟是怎么来的？ 十五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在整个世界上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这个大发现的时代，启动者是位在今天欧洲西欧的各个海权强国。台湾所处的东亚跟东南亚。 是从欧洲拓展到全世界，可以讲是离开最远的地方之一，但是仍然对台湾的原住民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历年来，我们都只知道，西元一六二四年，荷兰人。 进入安平，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人到达北台湾的和平岛，也就是现在基隆市和淡水。但是我们很少能够从细节的角度来探讨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对台湾。 尤其是对当今台湾所造成的影响，更进一步的思考对当今台湾原住民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请到了两位研究台湾早期历史的专家来跟我们谈这个议题。首先请到的是。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所长康培德教授，康教授出身人文地理学，但是却对地理和历史具有深刻的研究，尤其特别着重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台湾，著作丰富。 第二个，我们请到的是国立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的李玉忠副教授。李副教授是留学西班牙的学者，对于西班牙文献有深刻的了解。他今天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谈一个原来住在基隆 q u e i m r i 的。 原住民族，他究竟如何在西班牙跟荷兰人在北台湾的阶段进入当时外来强力统治的社会，然后如何跟当时的统治者折冲，为了族群的利益，为了家族的利益，然后去。 得到最好的成果，甚至可以跟荷兰人说：“你们是个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要更仁慈的对待我们的原住民族？”所以，这些故事都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但是在学者的口中，却可以清楚告诉我们历史的真实跟当时发生的事件。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教授能够来跟我们谈这些议题，我们就开始听听两位教授重要的研究成果。 主持人啊、呃，现场各位嘉宾啊、呃，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各位报告啊、呃，有关于啊四百多年前呢，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跟台湾原住民族之间的一些啊、呃、历史的一些啊遭遇跟一些历史故事。那我们今天这由我这边谈的两个重要主题呢，只有两啊、呃，第一个谈的就是小琉球跟蓝屿住就住在岛上的原住民族呢跟荷兰人之间的关系。 那第二个要谈的主题呢，啊，就是荷兰人呢曾经尝试的要把住在山上的原住民呢搬到山下来，啊，就是我们一般大家比较熟悉在日本时代所谈的集团移住这个议题。好，那首先呢，啊，我们现在跟在荧幕上跟各位介绍的这张图呢，谈的是荷兰人当时整个欧洲人呢，从啊绕过非洲好望角之后呢，进入到印度洋啊，经过啊我们现在讲的东南亚。 然后再进入到台湾，甚至进入到日本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线。那我们看到，其实台湾在基本上在整个航线呢，欧洲人的航线里头呢，其实比较偏向比较末端的位置。这张图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看的，其实是最主要谈的是日本当时早期的在16世纪以来呢，整个租印船贸易，就日本人出洋之后呢，他们走的航线。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有一条。 航线呢，离开长崎，就是图上的 Nagasaki 这个地方呢，往南走之后呢，其实诶，接触到的地方是往菲律宾吕宋岛的这个卡卡样这边呢，它其实是刚好切过切过我们台湾的东半东边的海域，那可以经过绿岛跟南屿，经过绿岛跟南屿，所以蓝屿这边呢，其实在早年呢，其实就已经在西班牙到日本的航线中里头呢，其实就已经有跟当地的原住民呢有接触过了。 所以在当时的海图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哎，它其实是把蓝雨记载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岛名，叫啊 Tabaco 西 a 那我们知道西 a 在日文中里头谈的就是岛的意思，Tabaco 其实讲的就是烟草。那代表说走这条航线的人呢，其实已经跟蓝雨的原住民呢，已经开始在做烟草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交易行为。好，那小琉球呢？小琉球比较特殊，小琉球在台湾的西南部。 本岛的西南部，那这条航线呢，就是传统中我们所谈的，就是啊、呃、东洋真路，东洋真路这一条。那大概从啊、呃、福建这个地方、闽南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切过澎湖呢，大概就会切到大概是高雄跟屏东小琉球这个地方切过来，也是往菲律宾走，也是往菲律宾走。好，<coughs> 那诶、欸，小琉球岛上现在呢其实是没有原住民族的啊，但是蓝雨是有原住民族的。那 呃，但是呢，其实，在四百多年前呢，两个岛上其实都有原住民族。那为什么小琉球岛上没有原住民族？那男女岛上有原住民族呢？那这个其实跟荷兰人是有关系的。好，那其实我们在历史上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慢慢去解读。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在小琉球岛上的原住民族呢，因为早年曾经就是有荷兰船只在这边停靠，上岸取水，然后有。 船员呢，在这边就是跟岛上的蓝美人，我们讲拉美族呢，其实这些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后来荷兰人他为了确保这条航线上在航行呢的过程中呢，如果遇到了一些天然灾害，遇到台风或什么，必须船丁紧急靠岸，或者说要停岸来做简单的补水、补食物的动作的时候呢，能够啊保持这条航道的安全性啊，所以他就后来就是。 找了就是岛上台湾本岛的一些原住民族跟他一起联合呢，去蓝屿岛上呢，其实做啊、呃、一个步一个征伐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又牵扯到就是可能是啊、呃、我们现在到小琉球去有乌鬼洞，就是说有一些擦枪走火，造成就是在洞里头躲藏在里头的那个岛上的原住民中大量的死亡啊，所以后来就是在。 小琉球岛上呢，其实就没有这个原住民族了。那后来其实从岛上的原住民，剩下的原住民也被迁出这个岛，有的留在台湾本岛，有的其实是送到印尼去。当荷兰人呢把这个小琉球岛上的原住民清空之后，他确保这条航线的这个所谓的安全性之后呢，他们当时也曾经考虑过，诶，台湾其实周遭还有一些离岛，譬如说从东海岸从北边看上来有龟山岛，然后有绿岛，有蓝屿。 所以其实当时荷兰人曾经呢，船队呢也在事后曾经就是绕过巴士海峡，绕过巴哈士海峡，然后就绕过台湾的东半部之后，就往北三个岛都重新做探查，那想要看看岛上有没有著名，会不会影响到岛上就整条航线的安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呢，荷兰人曾经登过蓝屿岛，登过蓝屿岛。那在计划中这里头呢，也曾经尝试要把蓝屿岛上。 比照比照，比照所以这小琉球的方式呢，希望能够把岛上的著名城把它净空，把它净空。那只是后来就是没有这个没有继续再做下去。那这跟牵扯到整个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氛围有关系。就第一个就是这条在台湾东部的航线呢，并不是荷兰人主要的所谓的贸易航线。所以后来其实呢，曾经荷兰人曾经上了蓝屿，然后也曾经。 呃，有可能用抓的、用拐的方式带走一个原住民，把他带到安平城去，就是热兰遮城这个地方去，然后想尽办法要去理解南语的这个达悟族的语言到底怎么说，然后之后又带着这个人又回到南语去，希望说能够透过他呢，跟南语的这些啊原住民呢去谈一谈话，但是后来呢，其实上岸的荷兰人其实后来就没有再下去了，可能就出了意外被杀了，那。 之后呢，荷兰人的政策也变了，也变了，就是因为可能荷兰人在得到了北台湾的基隆跟淡水的这个西班牙人要塞之后呢，他的补给路线是沿着西海岸，所以东部这条海岸所走的这条航线，就是西班牙人比较重视的航线呢，对荷兰人来讲没有那么重要，他其实交给在这个地方做贸易的唐人去做就好了。好，所以后来兰屿的达悟人呢，或者雅美族呢，就刚好就。 可以适当的躲过了跟小琉球的原住民一样的可能不幸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好，那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呢？还有看南屿岛上其实还有原住民族啊，成为我们原住民族的大家庭的一员。但是在西边的西南边的这个小琉球就比较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其实呢就被荷兰人在三零年代一六三零年代的征伐行动中这里头呢，其实大概不是被灭族，就是可能被大量的迁出小琉球。 被迁到本岛，或者被送到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印尼这个地方去。第二个呢，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荷兰人其实他要去补给的这个所谓的在台东卑南这边的啊，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呢的方式呢，他是透过唐人的船只呢送过来之外呢。 另外一个路径的方式，他们想要走山路啊，当然走山路的成本比较高，事实上后来是放弃了。可是，在他们走山路的过程中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想到说，诶，其实呢，我们是不是要维持山路的经过中央山脉的山路的路径的交通的安全性呢？也要把山上的原住民族呢，也要迁到山下来。那我们这张图片呢，其实是荷兰人上山的一张图片啊，一张图片。不过，先跟各位。 报告的是这张图画的不是台湾，因为荷兰人当时呢，没有跑到台湾山上呢，把他到山台湾山上跟原住民的碰面的这个图呢，事后没有绘成这个所谓的啊图像留下来，所以我们用的是南非的，呃，这是荷兰人上了南非，上了这个人其实很有名，叫 Young w a n h e b e k 那这个人曾经在台湾在安平城这边待过将近一年。那1652年的这个 Young Van h e b e k 他其实就到南非呢。 上了这个桌山，诶、欸，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也被荷兰人命名叫桌山啊，譬如说大冈山也是。那我们在原住民领域中的玉山呢，它叫皇冠山的皇冠山。那荷兰人很喜欢用桌啊、桌子啦、啊、皇冠啦、啊、去命名。好，他就登了这个所谓的桌山，跟当地南非的这个班图人呢做一个，对，有一个短暂的一个遭遇接触。那这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荷兰人。 登上台湾的山留下来的图绘，所以我们暂时先用这个荷兰人登上南非桌山的图绘呢，让大家理解当时荷兰人的穿着服装大概怎么回事，大概怎么回事。当然这是事后爬完山之后才绘的图，所以把荷兰人会画的就是稍微服装整齐一点。吧？但是真正他在爬台湾大武山的时候，一定吹得非常狼狈，因为在文献中这里头呢，爬山的荷兰人可能爬爬之后就不见了，或者爬到最后没体力，还要原住民继续背着他往前继续往前走的故事是有。 好，那但是荷兰人呢，其实一直想要把山上的原住民签下来。当然，大部分人山上的人其实是不理他的。荷兰人其实在，在呃之后呢，他们有留下一张很重要的一张台湾地图。那一般在台湾的学术出版品中呢，把它称作是卑南图，因为这张图里头呢，其实把东部的海岸呢画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包括卑南族的部落以及如何走陆路呢，进入到台东卑南呢，基本上他把它绘制出来。 那但是其实呢，比较少我们去理解的是，他在山上整个中央山脉南段属于排湾族、鲁凯族的领域这个地方呢，他画了非常多的部落。那这个其实是荷兰人从大概从一六四零年代、三零年代末到四零年代呢，透过留在台东的这些荷兰人呢，他们透过原住民给他的情报，荷兰人没有真正的上山，在早年没有真正上山，原住民给他的情报以及在 山区呢，从事贸易的这些福建来的这个福建唐人给的这些贸易的留下来的消息呢，去绘制而成的。所以画的排湾族的村落的地点呢，不见得对，不见得对。但是多多少少已经开始把一部分他们所知道的排湾族的部落呢，把它画出来了。那这些山上的部落呢，其实荷兰人是没有能力说服他们搬下来的。所以基本上被搬下来的部落，大部分都是可能在部落里头呢，可能就是。 有某个特定的啊氏族，或是某个特定的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可能在部落里头，可能觉得有特殊的原因，或或者有的是因为是天然的灾变，或者说是他们可能跟原有的啊大头目可能关系处的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他们想要借由外力呢，借由外力，然后提升自己的地位的一些人群呢，就会响应荷兰人的做法，就搬到山下来，搬到山下来。 那所以这个政策呢，其实基本上荷兰人是有尝试在做，尝试在做，但是其实成效呢，跟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呢，经过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日本帝国呢，所能够做的那个呃成效，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那但是事后呢，我们去看荷兰人留下来文献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沿着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像林边西上游，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 相关的河谷的一些小型的部落，其实大部分都是分社，大部分都是分社。啊，曾经荷兰人曾经尝试的要说服里头他们的代表呢要搬下来，那真的是有人搬下来，他们都离住在屏东平原这边，住在屏东平原这边。那住下来的人呢，其实荷兰人又面临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要让住在。 平东平原已经早期就有了我们的所谓的凤山八社，就是原住民族呢，也能够让出一部分的啊生活空间领域让他们出来。那这里头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很有趣的是呢，其实山下的我们讲的平埔族呢，跟山上我们所讲的现在的原住民族，其实他们有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网络、联系管道，就是平常呢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人下山来呢做买卖啊，沿着河谷就走下来了。 那山下呢？其实有什么情报，也会偷偷跟山上的人讲，也会偷偷山上的人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荷兰人虽然表面上是荷兰人要去做把山上的人搬下来，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必须山下的人呢要同意让山上的人搬下来。所以荷兰人其实表面上我们看历史文献，他讲的是一个他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政策，但事实上其实是多方的，他必须要跟山下的原住民也必须跟。 山上的原住民不见得要搬下来，愿意搬下来的人呢，有一小部分。但是下来的人也必须要看住在山下的原住民有没有，呃，平常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呢，建立起这样的友谊，或者说平常透过可能是贸易买卖交换，就如说沿海有一些盐，或者说是一些啊，透过福建唐人带来的一些啊衣物啦，或者说一些铁器类的制品呢，卖到山上去，有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 长期来建立起来交易关系呢，他们才有办法让山上的人有一部分山下来。但是第一个规模很小，第二个我们常说的这个政策跟日本时代比起来呢，其实只是啊昙花一现，甚至可以说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效力。所以，我们台湾族还是一直住在山上。好，我简单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好，谢谢各位。和冰岛上去跟这些西班牙人打交道，甚至跟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啊，据神父说。 这些小孩子很快就学会了西班牙语，而且还满口的西班牙脏话。原住民的父母要把他们的女儿嫁给西班牙人或者荷兰人的时候，本来要求的聘金是琉璃珠或者是玛瑙的时候，后来都改成了这个西班牙的里尔币。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岛上的唐人也非常喜欢里尔币。 各位朋友，我们非常谢谢康培德教授，用他丰富的荷兰时代历史知识，告诉我们一些荷兰时代荷兰人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殖民了台湾的原住民族。其中的不幸和有幸都让我们知道了。不幸的是，小琉球的原住民拉美人。 幸运的是，蓝屿的打务人，当然也让我们知道，从荷兰时代就开始有了集团遗嘱的事实。接着，我们要请清华大学的吕玉忠副教授来跟大家谈他熟悉的北部台湾。他利用一个历史学逆写的角度来思考。 当时在现在基隆的一个少年所看到的故事，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北台湾的历史。接着，我们请对西班牙文献非常熟悉的李玉忠教授，请。 各位观众，刘老师、康老师，大家好，我是李玉中。呃，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啊、呃，开启了台湾跟世界的交流，台湾进入到历史的舞台上面来。那台湾的原住民呢，也跟西方的这个外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呢，产生了交流，于是产生了许多的故事。呃，这些故事呢，以往呢，都是由殖民者的来。 写下来啊，所以多数的观点都是殖民者的观点。今天呢，我来说一个小的人物，呃，叫做 De Dolis。这个人呢，是一个在基隆和平岛附近的一个族群，叫做金 l 利族群的一个小人物。透过他的视野、他的观点，我们来谈荷兰人、呃，西班牙人跟荷兰人在北台湾的这一段历史。以往的历史呢，通常呢，很多的观点都是由外来者描述。 比如说，最早对于基隆原住民跟淡水原住民的描述呢，都是这个汉人的角度。比如说，啊，《东西洋考》里面就谈到了淡水的原住民呢，非常的平直；相反的呢，基隆的原住民呢，则比较坚巧。为什么呢？因为当汉人卖东西给基隆的原住民之后呢，基隆的原住民第二天又会跑来跟汉人说：“昨天我卖你太便宜了，今天呢，我要把货退给你。” 然后，这个如果汉人不愿意的话，那就要在他补差价。好，所以对于汉人来说呢，基隆的原住民呢，事实上是比较呃会做生意的。也因为如此呢，所以在他者的角度里面，呃，只有淡水的原住民反而是比较好的。但相反的，历史的叙事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呃不同的观点来看，呃，同样的这历史的发展。 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De d o l u s 呢，这个锦毛利的原住民的小孩来看这一段的历史。一六二六年五月份的某一天早上，这个呃 De d o l u s 呢，跟着他的族人呢，在和平岛的对岸啊，看到了两艘大的船，还有十二条小船进入了和平岛的港湾里面。这个舰队呢，伸出了黑色的管子，喷出了雷电的火光。 吓坏了这个锦毛利人，跟锦毛利的族人叫做达巴利人。其实，在这个时候呢，达巴利人才是这个和平岛的主人，锦毛利人只是在和平岛的对岸观看着这一此此刻的历史的发展。达巴利人呢，被西班牙人赶走了，而且强占了他们的房舍。但是呢，锦毛利人呢，并没有受到这场损伤。几天之后呢，在五月的十二号呢。 西班牙人呢？他们看到这群白色的人呢，在和平岛上啊、呃、立起了十字，呃，这个大的木木桩，哦，木的架子，然后呢，一根杆子上面竖起了一条一块布，然后看到这些人在举行仪式。我想，当日后，当这个小孩九岁的小孩 Dedolis，、嗯、他经过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受洗跟学习到西班牙语之后，他知道这一群白色的人呢。 他们是以天主被叫为天主的神跟呃他们的国王呃卡洛斯逝世的名字呢占领了这块岛屿，呃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大巴黎的人呢他们的房舍被西班牙占领了，土地被西班牙占领了，所以他们很生气，一天到晚就要跟西班牙人作对。可是吉毛利人不是，相反的，吉毛利人看到了一群。 外呃，西方的白色的不认识的人呢，所以他们每天都划着小船，很高兴到和平岛上去，去跟这些西班牙人打交道，甚至跟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呃，据神父说，这些小孩子很快就学会了西班牙语，而且还满口的西班牙脏话。哦，也因为如此，所以当这个呃的的达巴利的慢慢慢慢衰退的时候呢，其实经贸利润呢逐渐的壮茁壮起来。 呃，这些材料呢，呃，日后都记载在西班牙跟后来的荷兰人的文献里面。呃，与此同时，当1642年荷兰人来到了台湾，来到了北台湾，把西班牙人赶走之后呢，呃，荷兰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金毛利人，还有这个金毛利的这个 de dolis 呢，他的特殊的才能，他们会说西班牙文，而且他们还会说岛上这个。 北台湾共同呃说的一种语言叫做巴塞语，于是荷兰人很快就请这个呃金呃 de d o l r e s 呢当这个大巴利跟金毛利的组长，而且请他带着他们到处去呃找黄金的所在地。呃，de d o l e s 呢知道他在这里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荷兰人需要他的语言去跟其他的族群沟通。 荷兰人需要他的资讯获取北台湾的资源，包括了黄金，包括了煤煤矿。于是，德多雷斯呢就开始在这个场域里面利用他的优势，开始活跃起来。呃，比如说，他会，呃，用天主教义来质疑这个荷兰人。啊、哦，也许是荷兰人对他的族人不是这么仁慈的时候，他就会问荷兰人。 你们真的是基督徒吗？哦，因为如果是一个基督徒，自然会对待别人是一个比较仁慈的方式。而且除此之外，他还知道语言是优势。当然，也可能是荷兰人需要顶毛利人继续能够学习荷兰语，所以顶毛利人呢，就希望荷兰人把他们的学校设在顶毛利的村落里面，让他的族人继续能够学习。 这个外来的族群的语言，让他们继续在这个北台湾空间里面扮演优势。呃，而且，de Dol de Dolis 呢还会做起生意。当荷兰人需要基隆的煤矿的时候呢，呃，de Dolis 呢就开始包起了工程。当西方的这个呃美洲的银币离西班牙里尔币进到了这个北台湾之后呢？ 被台湾的原住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原住民的父母要把他们的女儿嫁给这个西班牙人或者荷兰人的时候，本来要求的聘金是呃琉璃珠或者是玛瑙的时候，后来都改成了这个西班牙的里尔币。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岛上的唐人也非常喜欢里尔币，里尔币具有很大的魔力，可以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且这些外族还带来了是一个另外具有魔力的东西啊、呃！当然，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看起来是不好的东西，那就是烟草。当西班牙人、荷兰人带着烟草到了这个北台湾的原住民的聚落，只要拿起了烟草，大家都可以非常开心的交起朋友。d d o l i s 很知道这个西方带来的这些优势，还有这些有魔力的物品，所以他开始纵横在北台湾。 当荷兰人邀邀请他这个做这个煤炭的挖掘工作的时候，付给他西班牙的里尔币，他很聪明的付给其他的原住民是其他的呃棉布，而不是西班牙的里尔币。啊，不过话说回来，他可能是台湾岛上第一个懂得累积资本的原住民。当然，其实呃，一六五七年的时候，德多雷斯就已经过世了。 等到一六六四六二年，荷兰人被赶出了北台湾之后，北台湾之的历史呢，又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没有外来者的一个呃空间。呃，丁毛利的人跟他的呃跟其他的族群呢，也就隐没在这个历史的呃舞台之后了。在历史的巨变里面呢，有些族群呢会认为这是危机，可是丁毛利人却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哦、呃，掌握了时机。 创造了生机，啊，这就是我所要谈的，呃，德多雷斯跟金毛利人的故事。谢谢大家。海南这边的人呢，跟住在屏东平原的人呢，会为了争夺高雄平原这个地方的猎场，或是相关物资呢，常常打架。这个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在荷兰的时代所描写的文献资料中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而是要去看他的兵营里面的这个西班牙的兵。 有没有跑出去跟淡水的女原住民的约会？我非常高兴听到两位专业的台湾史，尤其是台湾早期历史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跟我们介绍台湾。 有文字记录早期的历史，不但谈北台湾、谈南台湾，甚至也可以让我们思考到整个台湾原住民族和外族接触，尤其是外来的具有国家性格的强权接触的时候，原住民族的处理的态度。所以讲起来。 到底历史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啊，为什么小琉球和蓝雨的原住民朋友是幸运还是不幸？那看起来小琉球的原住民是相当不幸的，他没能够留在自己原来的居住的土地上，而且族群遭受过。 重大的伤害，不但离开原居地，而且死掉那么多的族群的人口，甚至到最后被拿到其他人群的部落里面去，有的更是离开台湾流落到印尼的巴达维亚，甚至到了阿姆斯特丹去。这在台湾的历史上是一个大的事件，而蓝雨的。 原住民朋友却留下来，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相当特殊的以海洋为主的原住民文化能够保留在今天多元而且多样的台湾。那再从李毓中教授里面谈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给玛利的人，他这么能够审度时事，然后做一个非常有趣的。 碰到了外来势力的时候，他如何介入？如何妥协？如何学习？甚至进一步还可以反驳？用天主教的教义来告诉这个荷兰人说：“哎，你们到底怎么啦？你们不是信基督吗？怎么会这样做事情？”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哎，历史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 写法像我现在常常问的问题：为什么高雄？我们从来都觉得高雄好像平原地区没有原住民。我觉得康老师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高雄平原的原住民朋友到底有了什么样有趣的遭遇？ 关于呃高雄沿海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那个原住民？在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资料中看不到呃原住民活动的迹象，但是在呃刘老师的那个考古材料中里头，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那这部分其实是应该目前的预测呢，应该可能都是跟沿海活动有关系，就是说其实早期可能会有一部分的。 倭寇或者说是福建唐人的船只呢，大量经过这个地方，那可能有上岸，可能有取水，那可能跟住在高雄平原这边的住民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文献史料中记载的不多，但是可以感觉到他们其实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互动。那这个互动呢，可能让住在沿海地方的人群呢，他往旁边去退却，退却。 但是呢，基本上呢，他们是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他们的，所以高雄平原表面上看不到，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看不到啊人群活动的迹象。可是你会看到呢，台南这边的人呢，跟住在屏东平原的人呢，会为了争夺高雄平原这个地方的猎场或者是相关物资呢，常常打架。那这个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在荷兰的时代所描写的文献资料中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因为荷兰人其实靠的主要是靠在台南这边盖了一个商馆，所以他会跟台南这边的人呢，会先建立起一个关系，所以台南这边的人呢，也就会很巧妙的呢，去利用跟荷兰人的关系呢，去夺得高雄平原的主导权，甚至进入到屏东平原，就是我们所谈的这个阿猴社，就现在屏东市的这个阿猴社呢，起了冲突，甚至帮跟荷兰人结盟，呢，去击溃阿猴社的力量。 让荷兰人的力量呢，也可以进入到屏东平原。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到的一个文献中，呃、哎，做预测跟史料中的解读，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谢谢康老师啊、哦！我其实两位都是历史的专家，我自己是做考古的。我的确在高雄平原看到很多很晚很晚的原住民族的祖先所留下来的聚落，也就是考古遗址。 不但在寿山，在现在燕巢的乌鬼埔，在大冈山的山顶上，在现在高雄沿海稍微内陆一点空军官校附近有一个叫做拉贝双啊，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相当大型的原住民聚落的遗留。但是呢，比较有趣就是到十七世纪以后，的确。 荷兰人来之后就没有看到，所以其中啊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那黎中教授因为对西班牙文献相当的了解，好，也在西班牙念过书啊，拿了学位回来，那开启了台湾几乎是有关西班牙时代非常重要，一六二六年到一六四二年之间的研究。 那我们看到西班牙人在北台湾留下来的城堡，留下来的天主教信仰，然后留下来的烟草啊、哦，那这些有趣的这些影响呢、啊，其实不是只有在李教授刚刚讲的基隆湾或和平岛里面，事实上是遍布在整个当时西班牙人势力所及的。 北东台湾啊，就是台湾的北部跟东部的北半部之间。那我想请问这个李教授，除了红毛城，除了我们后来称的基隆的诺德荷兰，哎、呃，北荷兰城，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地名山雕角以外，你觉得西班牙人究竟对北台湾带来还有怎样的影响？ 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当然，西班牙人在北台湾的殖民的力量是很薄弱的，那，就说其实多数时间他们的人数很少，很 <laughs> <人>、呃、然后跟原住民跟跟原住民打架也都<當>也常,常常打输，哎 <laughs>、欸、对，呃，所以呢，我们说西班牙对原住民北台湾的原住民造成的伤害比较少，呃，不是并并不是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仁慈，当然他们有天主教信仰也会要求自己，但是。 在作战的时候，也并不是因为比较仁慈，而是他们的真的人数太少了，多数时间守在城堡里面。<打樹 S 1> 那所以那个西班牙文献里面讲说，淡水的长官，呃，晚上的时候最忙碌的不是去看卫兵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呃打瞌睡或者呃这个带鱼职守，而是要去看他的兵营里面的这个西班牙的兵有没有跑出去跟、嗯。 淡水的女原住民的哎约会 <laughs> 约会、呃，因为淡水的原住民女生呢，<laughs> 都会在红毛城，就是这个淡水圣多呃圣多明格城外面呢，盖了个小小的茅房，等待她的西班牙的男朋友晚上出来跟她约会。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我呃跟我们传统上想象的一个殖民、那個、殖民的状态、呃、是不太一样的，很不一样。哎、呃，是是是,是。<laughs> 那但我觉得西班牙来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带来的西班牙里尔币。 把整个全球化的那个脉络的西班牙美美洲白银的力量带到了这个北台湾的原住民，然后让原住民认识到了白色的这个呃金属片的魔力的力量。哎，所以从此之后呢，<laughs> 北台湾的原住民进入了货币的时代，而不是原来的那个玛瑙、啊、交易的。哎，对对对对对。对哎，之后呢，有了这一层接触之后，荷兰人在进来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那即使荷兰人也离开之后呢，汉人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在汉在荷兰的文献后期，汉人已经跟淡水的原住民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通婚，就开始进来了。所以我认为，虽然他们的影响很小，可是却替北台湾的这个原住民打开了一扇跟世界接轨的窗户。我觉得这是大概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一、嗯、奠定的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现在。 假如我们把时间往后拉，是看到到一八六零年代，嗯、台湾大清帝国又被西方列强压迫，<是>在台湾開,开港，是进入第二次世界贸易体系的时代的时候，淡水跟基隆还是北台湾最重要最重要的港口，其实是有伏笔在的。对，是是是是。哦 这是您说的有我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有趣、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所以假若从两位都是学历史的朋友来看，都是学历史的老师来看，我自己是一个学考古的研究者来看，那最近呢，不论是在西南台湾或者是在北台湾，关于这个史前。 历史的交界的这个阶段呢，也就是十七世纪的前后呢，都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谈这个，刚刚康教授所谈的小琉球，谈刚刚我请教康教授所谈的高雄平原，其实这几年的考古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都发现了一个。 基本的观念，我们的原住民族并没有那么保守，也没有那么封闭，因为我们从考古资料里面都看到了，甚至从十二、十三世纪开始，原住民社会就已经跟外界有非常密切的往来关系。在小琉球岛上的那个拉美人的部落里面，是出土相当多的。 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的中国所制造的瓷器，而且这个瓷器呢，又透过刚刚康老师所谈的这个交换系统呢，似乎进入到台湾族的世界里面去。我们在台湾族的文乐啊，在台湾族的旺加啊、来意这几个聚落的旧色考古都看到这样的情形。那在北台湾。 李老师的学校，清华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在和平岛所做的考古发掘，同样看到了和平岛当地的人从比较早的阶段开始，也就是说，大概一千多年前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跟外界有贸易的这个时代。 然后也看到了十三行文化的人，大概也就是这些 Kemari 跟 Tapari 的人的祖先呢，也同样做的这样的活动。所以我要请教这个李老师，那那 Tapari 的人被西班牙人逼走了以后，他们被搬到哪里去？我猜测啦，其实 Tapari 人可能是视为视为,视为慢慢视为，为档案里面看到是其实。 也类似像荷兰人的行为一样，曾经过并村，啊，进行并村，进行迁徙，以便于殖民者的管理。嗯，啊，尤其是达巴里是一个对西班牙的统治来说是一个最不顺从的一个族群。嗯，因为因为他土地被占了嘛，被占了，然后所以他他其实，呃，对于呃西班牙人来说是非常怨恨的。那他们就会报复。那他们报复之后，西班牙再报复，所以他们就会呃结怨很深。 所以我猜，在西班牙人统治期间，打巴利人就遭到了很大的打压。嗯，那再来就是我们最近在还也跟康老师在交流的，一六五四年的时候，北台湾曾经、呃、发生过一个重大的流行性的传染病，呃，打巴利人大概死了六十个人。 那六十个人对于打巴利的人来说已经很多了，很多了。所以，呃，金毛利也当然死了三十五个，但金毛利相对人数那时候已经算是比较多了。比较大的。所以其实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利于打巴利的人的因素，迫使打巴利人慢慢的迁徙，甚至有可能被并入了金毛利的这个呃社群里面去。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后来迁到别的地方去，呃，也或许有了别的名称或者怎么样。 那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这就是需要考古的发掘，是这个有趣了哈。呃、是我们可以在宜兰看到，还有不少地名是跟北台湾有关的。宜兰有一个聚落叫做金包利沟啊啊，是它就多一个字叫做金包利沟啊。所以其实我想，李教授谈论的这个事情，的确西班牙人势力会逐渐挤压，那来南台湾也一样。嗯 荷兰人来了之后，带进来的汉人也逐渐挤压了原住民原本有的生生存空间，开始大量的改变了原住民在台湾的聚落分布形态，也就是说，从十七世纪开始，台湾原住民社会其实相当程度的起了本质性的改变。 不但是居住地的改变，甚至像北部的凯马利人，在性格上也相当程度的改变。是是是是，这的确是我们认真的思考台湾整体历史发展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了，因为我们有机会想这个问题。今天非常谢谢。 两位教授跟我们谈到台湾早期历史里面非常有趣的一段，不但早就有集团遗著，而且李教授从逆写的角度来让我们看历史的另外一个面相，非常谢谢他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们见势难倒，我们下周见。 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希腊的业绩，它的一个整个核心很清楚，就两个结构而已哦，一个就是拜诸还愿，感谢主灵一年来的照顾；那另外一个核心就是虔神进取，就是我们要唱歌跳舞啊来娱神。传统这个少族的这个路神的祭典呐，还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祭典，包括狩猎的，包括农耕的，可以说它是规模最大、历程最长。 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非常具有重要性、有珍贵性的一个这样的祭典。